下去。接下来的话呢，哈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地方可能如果说你按照这上面的指示的话，你可能会做不出来。最重要就是说，你按一下这个修剪之后，特别注意，马上按一个 Enter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按一个 Enter 之后呢，哈，马上就可以去做修剪。修剪哪一些？比如这一条线不要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不要，点一下，对吧？就去掉，对吧？修剪 Enter 就对了哈，对吧？这个地方就可以修剪，那你就可以点掉这一条线，点掉，点掉，里面的线呢，通通可以把它去掉了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把比如说这一侧的这一条线去掉，这一侧这一条线去掉，啊，然后这一侧的这一条线去掉，这一侧，啊，这一侧，这一侧，这样就好了，对吧？做出来的话，啊，就像最后画做出来就像这样，就是你就其中一侧嘛，反正都同一侧。就可以修掉就好了，所以重要的地方就在这里了。修剪，啊，利用修剪，记得哦，修剪按一下，马上按 Enter 就可以把你不要的线段就可以把它修掉了。哦，那修掉的话，你可以修同一侧的就可以了。哦，做出来就像这样子。好，那最后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就把这个地方哦，可以把它存档起来也可以了。好，那这里的话，我想你们试试看好了吧，画面还给各位一下哈。